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打个艾克闪现出来算了，我要求也不高。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我没见过的呢。站这吧，这里好像没放眼。全军出击！骂人干嘛？从前有眼吗？搜魔人想找我的麻烦。啊，这里居然有眼的吗？没事，不亏，兄弟们，不亏。没时间填伤口，战场不等人。没眼呀，我就是以为这有眼我才这样闪现的，结果他妈这里没有眼吗？啊，这些人在两个人跟我说有眼，一个跟我说有眼，搞得我这，当然我应该死不了的，直接 E 过去抢就行了。他们跟我说有眼，我就觉得这里。真有眼，我就想着被眼看到了，赶紧闪现抢。但应该是没有，有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的，被队友骗了，这不。上当了。是一层准备走啊，但有眼就不能走过去一层了，知道吧？有眼对面就一定看到你了。他们有任何手段，我都能对付。这个血量不行，不行。我来。杀不了，他还有个被动黑盾的。这个伤害不够，还行。我们下半区都在，他只刷了他家的三组加下颌线，还可以啊。他这个骸骨带的蛮好的，挺克我们塞纳斯打伤害的，打爆发。搞几个人头去，死！哎，这头没拿到，福利和血都还在。
大家组 W 吗？我组个 Q， 个人感觉啊，不是很 nice。好的，给大家都去试一下。OK。这段不，我觉得越高的分段还越要组 W，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组 Q 真的不稳定，你玩了就知道的。这组 Q 塞拉斯，我觉得是不行的。你分段越高，你的鞭子越甩不到人。这个英雄是没有 EQ 必中的，你链子根本甩不到人，你一v一没有打得过的。主 Q 刷野也并没有说，哎，我快多少，我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但你主 W 的话，你打架干嘛的都是相当稳定啊。你二段中不了的，二段真中不了。他塞尔斯的 Q 只有二段伤害高，一段是没有什么伤害的。真的是要主 W， 没法主 Q， 主 Q 的玩法。漂亮，这几个大招都还可以啊。虐菜主 Q 吧，我觉得不虐菜真不能主 Q， 那主 Q 太完全不行了，还是要主 W。有兄弟说刷野快，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既然爱喜欢刷野，你为什么要选塞拉斯呢？我想问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啊，选塞拉斯不就是打架抓人吗？你主 Q 伤害不稳定，你真的主个 Q 比主 W 伤害刷野能快多少呢？我想问，快不了多少吧。现在宠物被动刷野本来就快的。你那么爱刷野就不要选塞拉斯啊，这英雄你怎么选出来刷野的吗？难道啊，你不组 W 拿什么打 1v1， 拿什么打野区打架，拿什么去抓人啊兄弟。他要组 W 的，看到没有？这就组 W 的效果。再也没有国王，没有王后，没有搜魔人了。回家。直接杀人输吧。那我就满足他们吧。直接杀人输。你主 Q 这波他们俩估计你都杀不掉的。
不是。偷个牛牛大招，搞个单杀先吧，兄弟们。就很 nice 啊！不要走眼上，从后面绕他。漂亮。我本来只想把你关起来。漂亮，漂亮。羔羊才需要领头的。一中先放 Q 放快点，不，你一看就是不会玩塞拉斯的，一中了还能先放 Q， 中不了人的，想中 Q 必须要先放 Q 再拉到，知道吗？因为你一中是放不了 Q 的，一中先放 Q 想的挺美啊，要是能这样子 EQ 的话，那大家都走 Q 啊，不能的。一中先放 Q， 哪有一中先放 Q 这种玩法，这种操作呀？没有的，知道吗？早就改了。你现在想中 Q， 必须你看像这样先放再放 E， 但这样子只要对面会玩，你就中不了啊。除非队友帮你补控制的。大招偷的也太垃圾了吧！算了算了算了，不能强上啊！我拿个凤龙，那我跑的不是飞快，兄弟。491.1速，一套技能要打两个巫妖，除非你一套能给他打死或者秒了。给我带上的镣铐，如今成了我的武器。你跑得了吗？我近500的移速，我自己看着都怕。那么近500的移速，我看着都怕。预判，这把大招还是比较好操作的，兄弟，这把大招比较好操作。态度要极其诚恳啊，对面就会，嗯、啊，牧野们怎么没助攻啊？怎么会有助攻呢？
野区先刷一下吧。15年的暗无天日，偷个牛牛大招。哇！这老牛大招真的嘎嘎嘎硬啊！这女警点半天点我没反应，不愧是牛，太硬了。不偷飞机大招真的没用，一点伤害没有啊，不偷了。偷飞机大招这刮痧。大家早上好，兄弟们，早上好，早上好，好兄弟们，早上好。我不是看到艾克进我野区了吗？哦 ，A 啊，一个 A 就没了。我还说 E 到 A W A 啊，兄弟们，这个是相当舒服的。他直接一个 E A 没了。我不是叛徒。恰是德玛西亚的真意。我将创造一个没有主仆之分的新世界。14级。还记得3年前暑假看沙利贵宾10000，可以啊，3年前，好活。验证我的魔法。700 CD 感觉少了点，买个退生吧。艾克在我家干嘛？想偷东西啊？待会准备抽号啊！准备抽号。准备抽号，那边不出来。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我没见过。我想一打五一波，兄弟们。滴答滴答滴答滴，先买两个 CD 装，不缺法穿上，先买两个 CD 装。打鱼的赛，还记得这个确实，当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打了妈虎牙的活动娱乐赛，我那次玩的豹女，对面玩的男枪，我那一把杀的太嗨了，然后那个官方赶紧给我发信息说别杀了，别杀了，娱乐赛，娱乐赛。我那时候刚直播不久嘛，可能半年一年的，没啥经验。那次娱乐赛把对面主播打得太难看了，
老被紧急警告，后面从那次之后这么多年下来打娱乐赛我都不会上态度的。赶紧给我发语音。从那次之后我就这种什么活动娱乐赛讲真的都人情世故还是要懂一点。那种比赛都是娱乐赛的，艾克想干嘛？往哪跑？先偷个大招，再把你杀了。他的大招还是可以一用的。感觉能打完了，兄弟们，能打完了。感觉要打完了，队友不给我机会，我曾经被关进了牢里。哥，我靠！这波控制链我有点没想到，兄弟们，开出大招，这开出大招对面就记了，真的，开出大招这一波青钢影被我大招一砸。比较可惜，兄弟，这波刚好对面这控制链衔接上了，哎，按不出来，兄弟们，按不出来，他们所以说这控制链衔接的好啊，按不出来，我一直在按。给我直接控死了。这个号再打一把啊，再打一把抽号的，18个飞轮啊。